天超好，龟山岛超明显的。龟山，早安。我现在呢在格马兰客运上，今天要出发去宜兰玩。到宜兰喽！今天的宜兰天气超好的。我现在的目的地呢，是我刚刚随意用 Google 搜寻宜兰转运站附近的早餐店。我刚刚离开了宜兰，现在来到了壮维。我在一间废墟咖啡里面。这间餐厅呢是一月份才刚开的，跟朋友呢来到这里吃午餐。刚刚稍微逛了一下废墟咖啡的环境，我自己特别喜欢他们就是户外的座位区。刚好今天宜兰天气超好的，所以户外搭配植物，整个光线照下来，我觉得很漂亮。准备要开始吃午餐喽！它这边的套餐总共有一二三四五六七七道菜，有包含开胃的小品啊、餐前的面包啊、主食、甜点跟饮品都有。然后刚刚已经先上来两道料理了，这个是前菜，叫小浓棒棒糖。他刚刚有稍微介绍，这个是起司加蜂蜜汤的一个创意小品，然后里面有放宜兰在地食材，叫做凤梨什么的豆腐乳，凤梨豆腐乳。香菇浓汤，黑松露，黑松露。然后它送上来的时候呢，就可以闻到一股浓浓的松露的味道。浓汤真的是很扎实，真的是打磨到，真的看不到任何一点食材，但是里面却是扎扎实实的食物的养分。这汤蛮好喝的，不管是搭面包还是当喝都很不错，推荐给大家。刚刚小帮手说，这里面有八到九种蔬菜，有荆棘、洛神花、柚皮糖，跟其他说不出来的蔬菜们，总共有八到九种，还蛮丰富的。主菜油封鸭腿，油封樱桃鸭腿，油封樱桃鸭腿，油封油封樱桃鸭腿，樱桃鸭要讲出来，我好像在漏字。好，油封樱桃鸭腿，然
后这个是地瓜泥，地瓜栗子地瓜泥，栗子地瓜泥，好，一种品种，不同的品种，不同品种的地瓜，它有蛮多烤蔬菜的，像这个香菇，嗯，很好吃的。是的，而且我喜欢它的皮，它的皮烤的恰恰的，会吃起来会有烤烤的味道，哎，不是味道，烤烤的声音。嗯，蛮好吃的。早餐的饭后甜点，金枣的棒蛋糕，旁边是莲雾跟蜜枣。吃蛋糕咯，我觉得它的棒蛋糕弄得很扎实，嗯，好吃，嗯，好吃，就看它金枣的味道，嗯，哦，很棒耶。我们现在吃饱了，现在要去山丘。这里面呢是一个建筑物，然后搭配景观。现在我们是要往建筑物的楼上前进，应该是屋顶啦。里面的话会有一些蛮艺术的展览，会搭配一些声光啊、影音啊，然后啊，我是不太懂啊，但你们可以看看，如果你们看得懂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说。那我们就先上去看看上面的风景喽。然后这个是茶，日式漫茶，嗯，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set 吧。好，喝汤。刚刚吃饭吃到了一半，然后老板就跟我们说，废墟咖啡出来大概右转，走个450公尺，就可以遇到全台湾最孤独的秋千。这里是延吉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